到你今天站上这个舞台，面对镜头，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？知道，面对的将是我要大声说出我心中的爱，还有就是我能够明白今天梓潼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，然后逼我来这个舞台。其实他想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，然后把我架到火上烤，但是我并不害怕，因为我心中有爱。我想通过这个舞台告诉友博我有多么多么的爱他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？因为你知道你所面对的是社会的公序良俗。虽然我们坚称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真爱，但是毕竟有一个先来后到和明暗之分。我觉得这个没有说是谁先谁后的道理，在我的概念当中，爱情人人平等，只要他们没有结婚没有孩子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友博的？从他们俩经常带我一块吃饭的时候。虽然梓潼说我怕你孤单，我带你去跟我们一块吃饭，但是实际上为了什么他自己心里特别清楚。我为了什么？你为了让我看你们秀恩爱。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说呀，你可以不跟我们在一块儿啊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，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必要说出来，然后你就会让我难过。你觉得是你的好心，觉得你很有道理是吗？我觉得我